今天很高兴继续给大家上第二堂课哈。上一次呢前天是讲了这个日本的两盘棋，日本赵子勋，今天讲了一盘曹新学，讲了两盘新学这个对局棋的棋。这个我也是有一定的想法，因为这个我们最早是跟人学的，所以说日本人的棋的思路呢比较工整，比较容易理解。像曹勋选九段呢，这个是当然代表了这是94年的棋，代表了韩国当时最高水平，也是可以说是世界最高水平。但是曹老师的九段的棋呢是比较难于理解，他的思维非常敏捷，是我们专业棋手都很难跟上的思维，所以说还有这个燕子之称嘛，非常轻灵哈下棋，而且它量也非常大。他的对手是日本的伊田基基九段，这伊田呢也是这个力量非常大的一位棋手，日本可以说是日本棋界是一个大力丸啊，被称为伊田老，所以说他们两个的对局肯定是一好的厮杀。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就开始讲这两盘掌。第三局中央证券杯的第四局前两局呢都是曹勋玄连下两城，这个第三局五番棋的第四局对于这个田基基可对一战了。这一天机只说这个中国六布局，中国六布局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了哈，是咱们的这个看家宝，中国人发的。这个六的卦可以说是现在是流行的大法，也被公认为最有效的一种策略了。原先这种棋，那多数我们在八十年代其实还是以卦为多啊，这样飞或者是这样飞是最多的，过去都是这么下，后来呢不三三是武功正数的下出来的，它可以单卦这样做一些保留啊。当然了这个白棋也有单飞回的下法啊，这些下法呢也可以常常试。为什么不这么下看了呢？可能也是大家棋手通过研究，通过对局，通过实践，觉得从上边挂定位的下法呢感觉太好掌握，或者叫做胜率比较低，所以说呢到后来的这个下边成了这个挂小目这一侧。看一手和白棋拆回去这样的下法呢感觉是白棋比较舒服，白棋达到了这个目的我这个要把 QQ 关了吗？那没有这个我看看声音开大了。当然这样的布局呢也是非常普通的非常普通，只不过就感觉白棋还是比较满意，所以说呢这中间有很多变化，我们可以尝试看一看对于这个侧面挂过来，很多情况下呢黑棋是要反加爬的，那么白棋下的比较多见的原先是靠断掉这样的下法呢，这个感觉这个感觉白棋也是可战的白棋比方说逼过来看白黑棋怎么下，那下法有很多的过去跳得多走得多可能是跳出来，那么白棋可以跟着走比方说走的
啊，感觉就是可赞了，因为这个老上这个黑棋没有治疗白棋，这里边还有劫，就说这个黑棋呢好像不是特别的满意。所以说后来呢又有很多棋手选择这个锦家，锦家的话你碰过来依然是很厉害啊，是这个变确实是有点复杂啊，有点复杂，那么长啊，好，意思差不多，如果还是下成这样的话意思差不多，这样好像也不见得好啊，黑棋这个白棋还是可以作战的啊，白好像是差不多，那就是说这个只近一点和远一点的区别，这样的话可能这个白棋也许就要在这一带棋了哈，可能要在这一带棋了，感觉呢白棋也还是可以下，所以说这个加棋呢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哈，当然呢也会看到有这种下法，但这种下法就差一点了，你再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黑棋追击白棋比较紧，所以说他这个锦家呢是有力度的啊，这个变化呢我们只能说整体研究由于这次复盘了就不一把这个板介绍的特别清楚，而且这个变化呢也是确实是非常多啊，非常多，再拆边，这是比较小心的一种手法了。当然，如果能挂到，比方说能挂得到，这个我们就试想一下，这个黑棋应该说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呢，他挂的时候有一定担心，比方说白棋来夹住他。当然这个变化也相当多了，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现在比较流行打了以下比较多见，当然不排除还有复杂的变化了，比方说这种逼住走啊，接着贴过去的下法连经流行过段时间，但是这个贴呢也有危险，黑棋这个扳，这个扳他哈，他很难下，要扳的话这个地方就可能会有一说法了啊，你要拐一个他可以把这个吃掉啊，不，他这个先连扳一下，不好意思啊，地方先再连扳一下，这样这个很复杂，这个变化啊，可以先把它吃掉，这地方可能要形成一个打结了啊，就可能长一下挖尖，这好像成了一结，这个呢感觉白棋比较危险啊，结这个黑棋可能连走两走对白棋来说危险比较大啊，这个变化我摆的快了一点，大家可以回头去研究就总之这个逼住呢是有一风险的，接着还是这个话，就是说简单一点呢，那就把这个吃掉，那黑当然就可能挂过来，这样就形成另外一局棋了啊，这样就形成了，七个棋模样
这个可能也是有人下的，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棋手这么下。这样呢，黑棋就被分割开了，那双方又进入一个细棋的这个走。单拆边呢，就是去扩张自己的模样，这个也是行的，但是这个拆了就不一定够着了，这个也是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吧。你挂了又怕加，不挂了又有可能挂不到了，马上挂进去，啊，这个呢，这个布局。这是很难说的，由于黑的高的，所以说白棋可能是挂进去可以，可惜啊。行，这个话是非常非常普通的，像这种下法的话都属于可以说是被普，如果它复杂一点呢还有一些变化可以参考参考，比方说这种点，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一种。你要贴下，这些战斗相当复杂，白棋不一定能有胜算，你走这还就反扳，虎一个比较保险啊，是相当难战，搞不好这个棋斩不断，白棋都是很难说的哈，这个就非常。非常难以这个预料了啊，这个战斗相当复杂。不说这个白棋通常呢对于这个点过来都是要挡住的。这样呢再飞过去，这个是比较凶狠的一种下法。白棋夺走，这样呢将来黑棋再跳开，让白棋的形状比较痛苦一些。啊，比如你这样将来还可能接下去。不会马上这么跟着攻哈，这个就有点失去质了，因为大场还很多。我这吃的很小，我离得很近了。别的没听到是声音小吗？有这种种种下法啊，这个仅供大家参考。啊，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个比较猛烈的这种攻击方法啊，好像也是可以采纳的，我觉得白也是比较难下的，银行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效果。这个从容跳反正换我可能是不太满意，我觉得作为黑棋这么能做的有棋的话比较容易下，特别是现在贴木板这个棋啊。由于黑棋的上下两块棋都占得鼻虚，围控不太好围，所以说这个黑棋呢我觉得是有点难掌握。啊，接下来先挑战大，那些小的问题呢肯定是在布局阶段要放置一边。对于这个挂角，白棋是有费脑筋啊。下法呢，通常夹击一尖加最多尖，但是这个时候选择一尖呢，可能不是太妥。为什么？我们这么说，一尖加我们就先算最普通的点角，这个定式的选择非重要。白棋落了后手，那么黑棋可以先挂这个角。关键是我们可以看将来呢，这个黑棋比作通过这个攻击白棋啊，白棋不是很极有可能外面逃，我们这个是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黑棋这么连续跳出去以后，白有一条信息下边的这个模样产生很大的影响，白棋这个模样呢它不是很亏，损失了实地，所以说呢感觉白
在文这个模样呢可能不是特别妥当。那不走一间家，别的家机也类似，二间家一个道理，这一点更好啊，你必须要挡右边，那这样的话这个效果还不抵一间家了啊，这个反而不好封锁黑。所以说点角比较走成这样，白棋也是不好的一种下法。黑棋跟刚才那差不多的是，也可以考虑缓步攻过来，白棋的模样很难成。所以说白棋呢是比较怕点角。那么怕点角，白棋还有一种普通的下跳，但是这个跳呢被一分，你如果这些白棋黑棋拆二，从其这三个子拆二加小飞这个形状来说呢，应该是有完整的一个形状了，没有什么好。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看看一上边白棋立二拆二是被黑棋尖顶了，黑棋的角变大，而且白棋自身很局促，那么黑棋又左下的舒展，所以说从这个斜对角一比较来说呢，那么显然是黑棋很舒服，白棋不满意。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右下角和左上角的白棋相比，那右下角黑棋这四颗子这个形状虽然是有一定缺陷，但是毕竟还是错的。那么白棋孤零零的一颗子，那怎么跟着黑棋这个下边的模样相抗衡呢？所以说这么简单做一个比较，我就可以判断出这样简单的下法对于白棋来说的话，白棋不太满意了。所以说白棋必须要这个想一些办法啊。别的办法好像又不是太好，比方说这种二五这种好像总是比消极被动的感觉啊，一个黑棋这么打，如果只是下成这样普通的下法好像也不是很理想啊，这也不是很理想。况这个黑棋还有很灵活的，比方说快步向前拆出去，黑棋比方逼住，那黑棋还可以反打，这个积极。这样呢好是什么呢？比方说把你这个打开，黑棋把白棋分开，白棋这边上两颗子就成为比较弱的子。我们试下几步，那么白棋总之在黑棋的大的包围当中，如果这手跳还很大的话，那么将来黑棋我们可以看看这白棋脚多么的惨活的，只有几目棋，所以说全局白棋的实力呢是明显不够，所以说这样的下法也是不可取的。一间加二间高加二五飞手脚和普通跳都不是很满意的情况，那么白棋也可以说都是海定西进再找出路，否则那几种下法都不是太满意，实战靠压也可以成为一种必然了。但是以这种靠压呢，首先是不能这么简单退，这么退的话黑棋会先，白棋小尖，黑棋一飞，这个棋白棋很难办，下边太空，你总不能是这么去围控吧，这么去围控感觉这个总是有点差劲啊，怎么说这样有点差劲呢？
因为这个空你不好围，围一方空是有担心的。比方说黑棋点一个，他现在目标很清楚啊，直破你这个空，你如果要挡住，正好一拖，一扳还一接，啊，黑棋通过这个掏边，把白棋压缩的一塌糊涂，啊，上面还有冲断，搞不还得在这一带走一走棋，是不是啊？甚至冲断这一类的，那还这个属于非常准的一步棋。这样呢，皮已经非常小了。那如果他不满意，他要反击，那黑棋就趁机就跑到他的空里边去了，就更盯住，啊，直接就把空给破光了，那照样爬回来。这白棋完全是竹篮子打水一通啊，围的空是非常有限。所以说这个退呢是不开眼也不可取的，白棋靠压并不是说想为自身这个样，这个意图看得非常清楚了。实在虎可以说只此一手啊，这样的下法呢啊就是属于啊剥实地啊，跟他这个肉搏啊，白棋呢就要把失去的空捞回来。作为黑棋来说呢，当然选择是也是很多的，简单一点就把上面粘上，白棋把这个吃掉，黑棋打住，白棋可以连上，这样呢一个结在这儿，那谁都拎不清。对于黑棋来说呢，反正实力损在先，你从这边挂，按道理这边有事要这边挂，但是被白棋一飞，右侧的黑棋形状呢就不太舒服了啊。但是你从左边挂，左上挂了，白棋飞过来，那左下的棋又没有开菜的地方了，说他有比较矛盾的心情啊。这个棋就其实比较那个。比较难办，所以说这个黑棋粘呢看来是不可取的。那还有一些下法，比方说这种飞轻灵的下法，那这种下法是特殊情况下采用的手段，一般不予采纳。那白棋一吃他一退，这个损失更大，那白棋还是可以考虑连上，因为这个连成一片，白棋就很厚啊，这个空也很大。如果一味的去脱先，比方说你在上面去走角，那么黑棋这个跳下来相当的大，我们可以看好像在这个大这一带呢，这个黑都成了黑棋的势力范围，白棋这两颗子呢拆二拆的又高，心里面总是有不踏实的感觉，所以说这个是必争之点。白棋把捞住，任你随便走。白棋，我们看看左下角这条边，黑棋无与伦比，无论是上的下的哪一块都没法跟他比。当然了，黑棋有两大块，白棋有一大块，他这一大块比黑棋哪一块都大。同时呢，白棋还有左上角和右边的白棋才也有几目棋，所以说这个实地来判断的话，这个白棋就比较迷了。那么通过这样的简单判断，黑棋损实地太多当然是不能接受，那么就只有立下来这一手，这个也是这个下法是频率最高的一种下法。当然这个你不走断呢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断吗，它的真正有力可以扳，可以拐，可以藏起来。这个白棋围这块空，它的信心不足啊，这个断就要被搂打，然后黑棋打这个最黑的，
这个白棋基本上是跑不掉了。白棋实战夹击，这个是很常见的一种下法。在90年代的时候呢是非常流行的。那么白棋有很多种下法，我们过去给大家介绍一下，有虎，白棋走压跳，黑棋落到后手，白棋呢比方说可以抢得到这个地方，或者手脚均可啊，这两个手脚可能把握性大一点。白千万不要做这个交换，这个地方顺道说明一下，这个叫做大熟子，黑棋活得干干净净，你再走将来黑棋再反攻的时候呢就特别有把握了。你看你不做这个交换单手，他还来这种，将来呢白棋这一类的都是有先手啊，当然了不是马上走，为什么说这个是先手呢哈，下一步要反扳，就是白棋这一代呢有很多手段存在，包括直接反扳，你走哪？你走这儿还一反打，是吧？还有这种类似的腾挪手段，这一下就把你包紧了。如果白棋需要这种手段产生的话，它就会有这种棋啊，包括还可以接，是吧？你要走，哎，就说白有种种先手，让黑棋棋子不太方便，这就是先的，黑棋反而也不好走啊。他也不会来这个子，吃的是吃亏的。这个是曾经非常流行的下法。实在呢他这个顶，这个比较罕见。白棋立下来。跳，这个是棘手啊。因为你现在去抢头呢没有意思。比方你去搬，这正好帮白棋的忙，好像这个女孩飞不下去，是吧？这个地方地不飞不下去，感觉这个地方有跨段之类的啊，这个地方有跨段，所以说这个黑棋呢搬了天还是没劲儿，那最终要补住了，那被这个黑白棋补住了还没有意思。所以说不去争这个头，先跳缩起来，缩起来呢看看你白棋怎么下，白棋连起来，这个是非常稳健的啊。那么这个时候白棋连起来以后，黑棋先拐一下试试硬手，看看他挡不挡，当然一般情况下不挡，这个时候挡的话反而会比较奇怪，这一点你一走他一夹，黑棋就已经活在里边了啊，这个活的角非常大，所以说白棋不满意。那为什么第一步拐他不去点呢？这个可能有很多同学会提出这种，哎，这确实是点一个，但我不是就拐回去了吗？是不是啊？甚至于还可以尖回去啊，这不是挺好的。当然如果能像这样是不，但是白棋不会你这么轻易得逞啊，你一爬他一小尖，这样你活起来就很痛苦，但后手活这个地方好像还不对劲啊，你不尖一下我这飞一下还不答应你活了，所以说这个棋黑棋吃不消，对不对？他总不能这儿去来一个吧，这一般那两个字又掉了，所以说这个黑棋呢不能去点脚，被分开，只能老老实去拐，不拐吧又怕被白棋挡住太大，好，拐一下呢自身有眼位了，作为白棋来说呢目的也达到了，我认为把黑棋一下就整到底下去了，没什么目，白棋的脚和边呢相当的坚实，我认为这个定式这个白棋下得非常的好，黑棋应该是差一点，我觉得实战这个夹是非常厉害的一步。
最后千万不要走这种棋了，这个都是帮忙的，帮到家。你看帮白棋压五路线，那黑棋自身走了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白棋下边连续四个跳二在四路线正好限制住黑棋的发展，这样的下法当然是白满意了。所以说他必须打，这个打呢还有技巧，你还不能打，打到这儿我就给你挡下来，他不让你过。这个黑棋由于很重这一块点，所以说还很麻烦啊，他不能去刮台二这一体来，目标目直指这几步，黑子反而成为被动，所以说他打高的，这个区别就很大。你如果这个时候挡下，他正好把你扣在里边，那白棋还逃不了了，是吧？你想跑都跑不了，这留这三个子根本就跑不了了啊。所以说白棋不能往底下钻，只能出逃。然后黑棋呢也很奇怪，只能这样爬过去，确实是也是很难的。当然了，白棋跑一是分段它，但是毕竟黑棋已经有四个子二路啊，而且这个是属于相步的走法中，总是是一个心病，对不对？你黑棋也连，所以说我认为白棋已经获得了成功。好，现在白棋在逼住，非常充分，黑棋还得走一步啊，这个形状就相当于飞了出来并了一手，白棋是数十级。现在白棋布局呢打鱼面，获得了先手跳，这手棋非常从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的地方实际上是很多的啊，那比方说这种手脚，但是你一旦手脚，为什么有听呢？听黑棋方急了就能当头乱攻一气啊，你总不好意思钻这个老鼠洞啊，他接着再一飞，这个是不是白棋下棋的地方啊？这是不能下的，这个地方钻不出来，从这儿走那很慢啊，这个棋也没什么意思，从这儿跳。那么我们再看左边的白三个子呢，就成为一个目标了啊，目标就在于，比方说将来黑棋跳出来要瞄准你的靠段，你要不要补？好，你要补，你看看你那三个，等会搞不好就成为这个翁中阶了啊。就是因为中间黑棋厚了以后呢，白棋就会产生困难了。白棋呢跳是间接的声援左边的三白子，使他不易遭到强烈的攻，或者是被吃得太大。同时这种呢也是加强自己右边这四个子的安危，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同时他跳向中央，留有点三三和下边的打入，两个好点让黑棋无法兼顾，所以说白棋可以下得从容一点。在下布局的时候呢，就要综合考虑全局的，要考虑全局的平衡啊，考虑到自身的薄弱，这样呢是把棋下得流畅，下得自然，不至于遭到对方的一些强烈攻击。翻粘，翻粘呢是补点三，同时呢也算是在收白棋的根，这个也是办法的啊。你要不翻一点了，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这个翻粘了以后，上面这个形状还是很奇怪啊，当务之急这个来攻进来打，趁黑棋还没有我的时候赶快进来啊，这个是很大的，就是常用的一种手段啊。当然还有别的下法，比方说当头一震，它也是一点啊，这个我们经常看到一种下法
常用手机，我想很多同学应该会的。先拖后边，再退回压，这是简单做活，搞不好这个不加说不定都有冲断了吧，可能啊，我这压还反而是不是直接一放狠就把它咔嚓了啊，这黑棋可能有点盯不住了吧，啊，有这种感觉哈，当然他也许还有一点妙手，但估计的黑棋凶多吉少的可能性大啊，这是估摸着是这么回事啊，包括接上他也不就从这个地方吃两颗子吧，这个当然也是白棋好，所以说这个棋呢跳住可能是不太合适，跳住呢太虚，白棋种种手段，所以说尖是比较尖的下法，白棋点啊，这个时候这当然是活脚了，我们看看如果拉回来呢，拉回来这个拐三三首先很大，白棋虽然也能活，注意了这个也能活，但是活得很痛苦，你看看这样的形状怎么活呢，好像只能活到这儿似的，八一打啊，这个都打清楚一点啊，下力是先手，这个力下先手很讨厌，对白棋上边的眼位是有威胁作用的，当然他不是说现在要力，但随时力是先手，那么这样白棋有几个坏处，一个是把黑棋撞得太厚，另一个是落了后手，活的呢只有四目棋太小，所以说这种生不如死的下法呢还是少下为妙，快是活脚可是明智之举，爬啊，爬这个倒虎，记住啊，这种形状现在都是倒虎，不要粘粘的话，这个我们看一看为什么现在基本上都被淘汰粘了，因为虽然脚上也是活，但是里边劫才会变得很多啊，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很多变化啊，包括还甚至有可能双活，比方说哎不是这，比方说他以后点进啊，点进他双活不了，他走这个啊，这个倒是他顶倒是也活，但是这个劫才显多了啊，他有很多很多下法，点你一下考验你神经，当然了有一定棋力的知道会走这儿，但是劫材也有可能变多啊，是不是啊，这个而且他这边搬一下反正你就也得跳，就是说给黑棋的借用非常多，所以说还不如自己先缩起来把毛病补，这样干干净净，黑棋呢这个是要补住的，这个断非常可怕。好，下面白棋先掏掉六目这个角，那么黑棋呢目数是非常小的，同时又落了后手，当然了这个多了一虎，三路多了一个虎，对白棋的左边呢会一定的这个怎么说，给白棋有一定伤害啊，这个边上能受到一点损，但毕竟白棋先手打黑棋设置为用的地方变成了白棋六目棋，黑棋好像也不过八九目十来目撑死了，是不是啊，多不了白棋目棋，那么黑棋四颗子怎么就只有比白棋回了几目棋，显然白满意啊，现在先手打中间去了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一步，由于黑拆边太高打入，那这个我们经常看浪子棋是打这儿的啊，要把它分开，但是呢这个分开不带劲儿，叫做打到对方盆边上，这颗黑子呢它比较轻，对吧，它想跑就跑想逃就逃，你白棋就好像
就有两个位啊。比方说黑还可以跳箭，你白棋自己也连不回去，你但是总是要自己傻跳一个回去，那么这个反而会遭到这个黑棋的一些阻击啊，黑棋就算飞两下，白棋也没什么，是不是啊？也没什么，这个白棋也没什么，所以说打到没有打到目上，打到三路呢就痛了哈。你首先我这个度很厉害，你总不至于来分开我吧，这个你往二路跳，首先这个子好像效率不高，我跳出来这个黑棋速度就变慢了，你再颠的时候能我下，那我的下法很多了，是吧？我就算跳一个，你黑棋这样可以变重了，黑棋当然这个时候不可能来阻击白棋，除非他放，说他肯定是压住，那棋不是趁机把空捞了吗？下棋就是下空啊，空捞了多爽啊，扔进去继续掏，黑棋这个时候受不了了，你如果还跟着硬，那白棋爬回去，黑棋一生病到处都有冲断，白棋捞了十来目回家，可能还得藏让他贴，这黑棋太无趣啊，所以说黑棋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拐下来分开再说，分开呢白棋边左上角了就变得薄一点，当然了你是变厚了，那空就被掏光了，这个白棋这个腿那还够长的啊，大伸腿一退三，像这样白棋已经轻松做活了，实战是搬立，但是这两步棋呢我觉得可能可以考虑先交换一下，比方说先在脚上搬它呀，这个黑棋可能是要还得退一手了，那么再来搬活，这活的就比较了，也按实战这样下，这个边上呢活的很大，将来还有冲断黑棋，黑棋呢是很难下的，他实战马上搬立，当然也是活棋，只是说这个活的呢后来被黑棋走得出妙手，收刮他有点难受，小尖这个时候当然是要小尖而不是小飞啊，小飞你看像但后来是点哈，后来是这么点的，这有硬腿，那么黑棋白棋靠黑棋太近显然是不好的啊，显然是不好的，所以说要走得远一点，那为什么不走这边呢？走下边呢？走下边也不好，走下边黑棋这边也是有两个子预筑在这儿，那你这也是相当于撞墙，他一下也跑到那边去了，这样更不好，因为黑棋这样走了以后，比方说尖起来，那么黑棋边上就连后了，这一带的冲断呢就变得没有指望了啊，所以说这个白棋总是要尖这边瞄着下一步伺机冲断黑棋，这个总是黑棋一块心病啊，飞进去全入进去啊，接着再藏进去，这个是场合的好手，这个时候白棋考验白棋，他要敢立下去呢就得胆子比较大了，得压也先手得拖啊，得顶立，那这个棋就比较麻烦了，黑棋呢是活棋，杀不死，你看你这个杀不死他命还挺大，这边地方扳指先手你怎么杀得死他，那搞不好先手活了，这不是杀不死的问题，那是先手活了，根本就没法杀啊，这差太多，所以说这个棋白棋呢只能接上啊，这个黑棋呢非常厉害啊，把白棋的空给撅走了，同时也是在撅白棋的根啊，没有眼，这个白棋就显得没那么厚了。
跳起来啊，加强自身，同时还是叮嘱黑棋。虽然黑棋在左上角下的不错，但是呢由于布局阶段呢过于缓慢，所以说下到现在这个局面呢我认为还是白棋好下，黑棋全局没什么空。当然了，白棋要在前面一路先搬一下就更好了，现在被黑棋先动手了呢，白棋有点来不及了啊，特别是有优势意识在作怪了。这一搬插了好多目啊，黑棋至少便宜两三目以上，这个太大了，这个白插两三目是不得了的，当初呢才贴五目半，你要在这就插了大半个贴目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出入。好，下到这儿呢，现在我们看看全盘什么地方还大，基本上上面已经定型了，现在最大的显然是下边，黑棋必须最大限度的去破白棋的空，伸腿到这个地方，这是最大限度。为什么说这是最大限度？普通的啊当然是跳，这么跳跳白棋一飞哈哈笑啊，这个黑棋围得太小，他后围就重复了。走到这儿呢也不说一点风险没有，首先要注意有没有可能被对方截断啊，拦截住是最厉害的。你看你这样是爬不回去的，你总不至于跳过吧，这个是不能取的是吧，跑到这儿去拿就藏着让人家冲，那简直是不可理喻啊，这肯定不是黑棋的想法。黑棋呢肯定是有招法的，比方说爬他先靠啊，这个棋呢它是比较容易做活的，我认为啊，比方说退飞，但说回来这个棋就应该是比较好作用。黑棋要杀他呢可能是有一定顾忌，或者叫做有一定难度啊，有一定难度，包括这个啊，你点这个搬到这儿，但黑棋可能还不见得就这些走法了，黑棋可能还有些别的下法，这样倒还说不清楚，要杀气啊，他比方还有拖呢，是不是在立呢，这你能杀死他吗？你走这还他这些都是先手啊，团他比如说断你一下你走，他再拐你一下，这好像很难就是歼灭黑棋哈，黑棋的这个非常有弹性，他的手段变化也是非常多端的，所以说白棋要这么去歼他呢是有一定风险的啊，这风险也是相当大的。那黑棋比方说还有这一类的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也是有可能有的啊，不过你要不爬回去了也许会担心他这样啊，这个是比较担心的，所以说黑棋可能还是要先爬然后再靠出去跟他拼命。总之这个白棋也没有成算，所以说他不敢在优势的时候当然是要防守了，想想你退回去，但是他黑棋这个靠很厉害，这个是白棋始料不及的，所以说呢好像想顶一下，如果黑棋这么听话呢白棋再一见当然就比较满意了，但是也有担心，当你顶的时候敌之要点我之要点，黑棋先抢占了怎么办呢？难道想扳杀他吗？他冲上去就不一定能杀得掉，有没有这个把握呢？就是天知道，是不是啊？就是好像是非常看不清的，我觉得是杀不掉的，他吃掉一个先手眼你还怎么杀谁去了，这一般就逃跑了，所以说这个黑棋呢还是很凶狠的啊，这个白棋不能掉以轻心。
防守呢也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这部靠球是显示出伊田基基这个非常敏锐的感觉，居然能在这么多白子的情况下还反靠他，白棋没办法，非得把他单开不可。但是黑棋呢趁机打开白棋，这样把白棋呢就弄得有点薄了哈。黑棋逃出去啊，这样把局势搞得有点混乱啊。现在呢黑棋稍微见到一点曙光啊，刚才是一片黑暗，基本上就是说到处都找不到木，现在至少白棋有了孤棋啊。你看左边这三颗白棋有点危险了，哎，下边一串白棋没有两个眼，赶快联络吧，再不联络这棋就危险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还必须联络，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先把这两个连好。比左边三颗子很轻啊，白棋连后了以后，黑棋也怕，是不是？黑棋他也连上，这步连我觉得还是有点保守了，这样好像有点坐以待毙的感觉啊。这个要换我肯定不这么下，我比方说贴起来，先对这边来弄起来再说，是吧？通过这样走走，一方面扩张自己，同时还有可能想办法把三个白子，毕竟还是想把它收进来嘛，你不要不要我要，吃的还是大啊，有这种想法，不冲断再说了，是不是？这个黑棋这么长一串能死吗？太不重视了，我觉得乱跳一个应该是没问题啊，这个太过于稳健，这下被白棋起手动手，这还很厚实了，都坚守，然后再罩住啊。现在白棋中间那三几个破子通过压两步以后呢，居然成为一堵后墙，还要成空，这个黑棋肯定显然是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啊，早知如此他肯定就会了啊，这都是事后论。打一下三三白棋黑，这步非常没有问题，但是呢还是有点麻烦，早知道这个味道那么坏，不过打眼一看好像这个中间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应该没有问题，所以说还费点要稳健一点嘛，就小尖一手算了啊，步步以慢向前，这个可以了，你走走白就简单走走，可能就是胜势不可动摇好了啊。哎，这棋就是这样，现在白棋下得很来劲呢，他瞄着还想断你呢，他希望你黑棋这个时候还听话，他还狠呐，这个曹新玄下的肯定哪个地方狠他抄到哪个地方去，这个是曹九段的风格，这个也没办法啊，确实是挺狠。黑棋被逼急了，当然不理，这个时候想起不理了，那早干嘛了黑棋，对不对？刚才跳，现在是拼命了，说这不靠啊，这个是棋确实是非常厉害，关键是还有这个连着坐劫手段打上面非常好，利用陈劫财，这个是天下劫，还打这一下搞得有点弄不清了啊，白棋还只有弯头，你说难不难受？又不敢叫奋，这是一连扳透劲儿了，反而你再来又给你打劫，这个白棋下不了台了怕，所以说还得忍气吞声啊，你再跑出去。这个棋谱我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哈，因为十多年前的棋了，忘是这么写的，书上好像也写的是飞啊，黑棋瞄着要吃白棋两个，白棋点啊。把白棋扳断，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冲断白棋，可能还得要给你做劫，反正打呗，你打不赢，你比方说你想这样去杀他，局部倒是能杀，但是你小心了，这个黑棋一旦厚了哈，我们打个比方，黑棋这一带比方说尖啊，那黑棋这一环
或者一退，你看看，那就形成大转换了。中间这个白棋死了，比黑棋死的还多，那这个不能棋位转，这个是始料不及的。当然他也是冲打劫，等一下形成转换，白棋可以消劫啊，在消劫之前他再先打一下，这时候给了黑棋机会了，这个乱中取胜，可说是现在白棋还得后手做活。好，这个白棋支离破碎了，好，现在麻烦全是白棋的了，只好消劫。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这个地方不消劫，不消劫是没法下，你比方说把它补上，那他一提给你死赖着，你怎么办吧，你说你非得吃，你不吃它它就活了，那都会死，这也没法，这还收气吃，中间也死了啊，没辙了，这个时候只好消掉。好，形成转，那么白棋吃掉上面黑棋大概有20好几目，但是自己死了得有30目吧，得有30多目，所以说这个亏损相当的多，同时中府也全部被黑棋给打烂了，所以说下到这儿呢，可以说是这个形势已经完全逆转。这盘棋，这个曹勋玄本来布局一直下得非常的好，但是就是由于中盘的一个小失误，被白棋抓住瞬间的机会啊，把这个局势一下就搞混了。这个在乱中，黑棋这个寻找到了这个机会。这盘棋呢，也是赢得非常不容易的，同时也是五番棋连输。两盘以后呢，啊，终于算挽回一点面子，赢了一盘。好，这盘棋就给大家讲到这儿，看看同学们有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先一盘一盘的讲啊。这是不是耳麦不太好还是怎么的，我说话还是很大声的，而且离得很近了，应该声音可以啊。喂，这个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是接着再看下一盘呢，还是有什么问题。哦，这川天阳已经把那个算出来目数了，吃掉白棋37目，是不是？吃掉黑棋，黑棋吃掉白棋五颗子弹，没有37目，但是那吃掉的没有37目，再加上白破掉白棋的几目，加起来就差不多是37目，算的还是非常准确的啊。那么白棋吃掉黑棋20目的子，再加上不到10目的虚空，基本上他吃的都是十，那就不到30目棋啊，所以说这个亏损呢就一个天目都过去了啊。好，
啊，老师这样讲，你们看，就说一个是说从技术，就是说老师这么讲，同学们觉得，深不深？是深了呢，还是浅了，还是比较合适？大家可以给出一个意见，啊，或者建议，郑老师好做调整。比较合适啊，那对这个川天阳还是比较合适的，那就非常好。别的同学看看有，如果觉得有不合适的就说啊，郑老师是可以调整的，你根据你们的水平，我估摸着我是估摸着看你们的段位呢，照着这个实力我又来讲的。多数同学可能都还是比较合适哈，因为我们的太浅，觉得没意思，是吧？他摆了些费，很浅的，很低级的棋呢，浪费时间；讲得太深了吧，又不太懂，这不易消化也不行啊。就必须要讲得不多，这样呢，我们才能充分的吸收。好，能听懂了也。看看天一笑是不是听起来稍微吃力一点了，能听懂哈。那行哈，也能听懂。那行，要是没什么问题呢，我们接着就讲下一期哈，我去调下一个棋谱。有一点困难，天地一笑看我觉得稍微深了一点哈。还凑合，那行，郑老师适当注意一点的难度。这盘棋呢是曹勋玄执黑，在这个时候呢就有点说法了，为什么黑棋要去挂角？这个问题我想很多同学也想知道，包括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比较深奥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先看看普通的下法，除了接就是虎啊，现在呢下接的人少，因为接了拆三被白棋一逼，这个立而拆三原先说是最好的形状，但是现在有打入呢，你补不补，你要补就有点重复，白棋可以走到这儿去，你打入白棋就马上气死。黑棋重复了，白棋竖了一高以后向后发展，白棋的流量相当壮观，这显然是白棋优，这个是简单一个构思。黑棋的步调缓慢，虎所以说是非常流行的下法，虎呢就有弹性，速度可以再推进一步，当然了白棋正好大飞的好行，所以说这个是黑棋不满意的地方之一，黑棋依然需要补一个，其实这个时候下法比较多啊，有分头的也有挂角的啊，反正各有利弊，你要挂角黑棋显然是要夹击啊，这个闭着眼睛一夹，不管从哪儿夹，低的夹，高的夹，远的近的总是要加，他的目的什么呢？要把白棋逼到这个角上去，反正是这种想法。黑棋这样呢可以说是左右呼应，他都对外边，他是都对中央影响啊，这样呢黑棋不是说一定好了，但是黑棋下的还很顺手，就是说加是必须了，你去普通就坏了，普通硬了呢至于白棋可以拆啊，拆变，当你再去打入的时候，他说明又走了，但是这个变化
也很复杂啊，就是说黑棋还是最先来加比较好一点啊。不管白棋怎么下了，白棋普通分头呢，就是说不让黑棋在边上那太有作为，也会有办法，比方说逼住啊，再比方说打住，这个我们摆一个简单的下法做一个比较，这样呢可以获得先手。我可以判断一下左上角白棋和右上角的黑棋呢相差无几，那就是说边的黑棋和边的白棋相比呢，似乎黑棋要空要多一点，当然白棋比较厚。黑棋呢两颗子跟白棋的大飞角好像白棋稍微好一点，像这样也是一局棋，只不过就是说现在能黑棋先下，黑棋比方说这样走再拆回来，黑棋占到了全局最后一个大场，当然这个沙丁也有跳的哈，跳也很多见，黑棋也有拆二的，这样形成另外一盘棋，那要接着摆的话，那可能有这种下法，这种灵活的处理啊之类的这种下法，那就是另外一盘子了啊，不是说不能下，就是说黑棋呢好像也还是可以的，你要这样下的话可能会或者是我看看，或者是挡连扳，是不是啊，捞空，你看黑棋的空就可能一下就变得比较大了，你再走就尖一尖啊，反正这个棋就是似乎黑棋的脚，你看现在右边的脚比左边的左下的白脚好像要大一点，所以说感觉黑棋还可以啊。所以说呢黑棋不甘频繁的下法，就先挂一手，白棋实战小飞，那黑棋再拆过来呢，白棋就逼不着黑棋了，你看怎么这样，这个小飞脚对黑棋的这个拆呢影响就非常小啊，这就是它的好处。所以说大家就在斗智斗勇，白棋这个时候呢还有下大飞脚的，他就这么等着你来了，是不是、啊、等着你来飞，但是呢首先黑棋有可能接拆，还是离你远一点，不要让你来打入我，那你不非走这个，那又是一局棋了。这个是黑棋的一种下法，还有就是黑棋更凶，就是点脚，这个我们也经常看见这样下的，再爬加过来啊，搬起来他就跳一个啊，这棋由于黑棋二爬的比较多呢，如果整这样的结果，我觉得还好像是白棋不错啊。所以说白棋呢这个大飞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之一，我们经常在这个大比赛当中也看见白棋会这么走，当然了刚才说过有这种黑棋这种下法，这样呢大家好过一点，白棋大飞脚这个脚也空也很大啊，也不错，双方都可行。所以说从布局的理论呢上来说呢，就是说黑棋现在挂角是刻意要打破常规啊，白棋大飞也是要走，如果走大飞角的话也是要打破黑棋的一个勾，当然了这个普通小飞也不是说完全不能下，你看这个一天机机也是这么下的啊，也有很多人也就这么下，只不过呢下成这样感觉黑棋的目的就达到了啊，至少这在布局阶段呢黑棋觉得还是下得很顺手，你看一下就跳到二路去了，这个地方也很大，你要不走不知道走什么地方，你去夹击它吧它就进脚了，它趁机钻到脚上去，
啊，搞不好还要贴起来。你点啊，走，你猜二，他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一类的阵？这白棋脚上搞得不舒服了啊，所以说这个棋呢，白棋是要走的。如果不夹击，再去分头之类的，那这个搞不好黑棋直接就点进去，这个更可怕。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分子有利可以藏，白棋不能来了，把白棋全部封在里边，这个白棋肯定是非常不好的啊。所以说白棋只有胡，黑棋一弯，好，这个角变黑角了，白棋一个人跑到外边疯跑，这个白棋是肯定很难受。所以说这个点角之所以这样呢，白棋才会老老实实这么乖的跳下来，他是没有办法，这个点角吃包哈。这个黑棋猜二，这是稳扎稳打的下法，挂过来，靠，看这个曹勋玄啊，特别钟爱于这个靠压，可能也是觉得难，比方说这么跳，过去呢还不太流行碰，这一猜，白棋很舒服，黑棋的这个形状还有缺陷，下边啊还有打入，当然这个碰呢，现在碰分子是不是有利？分子弊，所以说还不能碰。你看现在分子不分不掉，不掉就不好办了啊，所以说也是比较难办的。当然了，不掉可以这样来，但还是争不掉，这个就也不舒服。那争不掉呢，一般来就不去煎它了，就单压。白棋一飞，把黑棋掏空了，三个角都成为白棋的了。黑棋呢，这棋也是比较难掌握哈、啊，除非武功正术，他喜欢这样下。那很多棋都可能觉得很落空，靠也靠不住，这个棋当然只有尖住，不尖住又被飞起来了，所以说这个棋黑棋是很痛的啊，还是这个靠谱，这个先把空守住啊，依然只有利，这个刚才已经讲过啊，基本上雷同，但是这盘棋呢还没有选择这个刚才上盘棋这个夹击了，就是双方两个人下五番棋啊，连续下，有时候棋手之间也是要斗气的，我赢了我就盯着一种下，输的一方有时不服气，嘿，你上次赢了我，这次我还就要这样弄回来啊，两个人有时候会较着劲儿，所以说会经常下次的形状或者是一样的定式来。这盘棋呢也有雷同的地方，但是黑棋这个时候变了，没走这儿了啊，这时候走这儿为什么有区别呢？首先下边的猜二和刚才那个就有区别了，白棋这个时候再走这儿，黑棋走到这儿，将来呢打个比方说一个，将来这一带打入，黑棋就不好走，是不是啊？这个地方随时能做活的，是不是很容易做活啊？这个应该有眼位的哈，不一定能杀死啊，至少是有棋啊。胆子小的嘛，就撞他一个，争执有利的时候撞一个也能把他撞开，这个黑棋也很难办啊。所以说这个黑棋的形状呢是有缺陷的。这盘棋了，赢了啊，赢了一盘就够了啊。这次呢换一种方法再赢你一盘，可能是曹勋玄的想法啊。压的时候呢，现在争执有利，可以考虑搬，你要断呢
这个有点危险，打了这一压，这棋黑棋难办啊，比较难办，两边要争，不好下，你也不能下这样的下法吧，这下法好像也不太合适啊，这一打一提都跑到二路去了，那什么时候是头啊，太漫长了哈，反正感觉是很危险的。但是如果搬的话，正常的黑棋是要吃回来，他拐尖，黑棋白棋可以藏，可以藏呢，棋可能要把这个守住，这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比方说拆一个，你若去拆一个的话，黑棋把这个，比方说这样一带跳起，这块模样好像也是有点大啊，感觉黑棋还是不错似的。所以说白棋呢，他很是不是考虑到下边这个黑棋拆二它很低，它不能运输模样，我不惹你才走不好，好惹了你了，我过后手，像刚才说的那个，这是凶，头倒是拐起来了，头倒是搬起来了，也藏起来了，但是反过来好像是帮黑棋在补毛病呢，因为自身是缺陷要补嘛，你补了反而让刚才这样黑棋这个状一手就给围起来了。好，看看实战忍让的结果呢，先挂一手，这个是几乎是先手，这黑棋跳这个属于比较高深的啊，这个朝下穿那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那作为我们普通人呢，可以考虑走皮的。那很多同学说我是一个好不好啊，这个马小春肯定不喜欢找飞，马飞哈，小飞是他的兵士，是基本上的这样坚持了很好，这个没什么错。为什么说没什么错呢？这个时候坚持肯定是应该是第一感啊，因为再看看我们下棋一定要看四个角，包括中央都要看，我们左上的白棋角由是横跳出来的，非常尖，那么黑棋按道理是要走势，你跳起来就是无趣，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小飞是一般人爱走的下法。那曹勋轩他不会有毛病跑去跳一个，那肯定不会了啊，曹勋轩这么高级，他有他的想法，我们来剖析他的想法啊。郑老师跟大家讲，看分析的对不对，这个也有可能讲的不是，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这个跳呢，我们担心的是不是挂过来，那这个口朝的上面挂过来是最不好防守，虽其实不好防。我们再看白棋，由于边左边的白棋呢，它是处于低线，它从这边方向呢不是很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黑棋是要围模样的时候趁机压缩你，是不是啊？把你压低了啊，你脸阔围得更大，这是方向的原因。但现在不敢这么走，现在首先是要触角，那么走高呢，它步子就快。第二，大猴子脸来你一下，你要不要硬呢？按道理要硬吧。那么胆子小，连回家总行吧？那么这么黑棋一连的连回来，这个中腹是不是就扁了？大家看，放眼看一下，是不是黑棋非常厚实啊？反过来，你是不是就要着急在这一类的地方来消控啊？打个比方哈，你最终是要落个后手吧。那么黑积攒了力量以后呢，各可以反打，这个在揽白棋，是不是白棋就觉得有点苦，这是强攻的下法。但这也有风险在哪儿呢，就一旦被白棋轻松逃跑以后，黑这几个也莫名其妙，你看也走不出空，这是黑棋的担心啊。但是其有很多手段，这只是之一啊。之二呢，它可以倒垂连，
你翻他就退。那搞来搞去没什么太大劲，是不是啊？钻不出来，那就回家，回家。这回家也很难受啊。啊，你回去了，你回去那就回去了呗。那黑棋随便点一个，看看这个中府啊，上边又围成一条线了。白棋要着急去破上的空啊，四处忙啊，这个棋黑棋呢处处掌握主动，就是说这个是白棋不敢下一个原因，也是黑棋敢于跳的原因，他对中府有所作为，这个是水高的才敢这么玩，水平低的还是老死是做人守个小肥脚算了啊。一天几局狠狠的打入啊，这个不留情面，如果只是浅消应该不可取的啊，这个就人家就围上了。那下的多一点呢是尖冲啊，尖冲呢一般说黑棋也没什么了不得手的，这就是爬一下飞一下而已了，怎么这样呢？但是可能讨厌这个被黑棋有可能跳回去了吧，这么跳回去白好像浮在外边觉得有点没有味道，不去叫做逃跑吧，但你要不逃跑吧危险啊，这个时候反过来人家待会儿再走了是没准，你看这个跳得高反而形状就变好了，所以高也有高好，是不是啊？所以白棋不太可能，白棋狠狠的打入，这个地方很宽敞啊，所以说要进来，反过来对你黑棋两个子呢还想割开了，黑棋没办法，只有守住。白棋怪飞一手，为什么叫做怪飞一手呢？这手棋实际上很有破绽啊，这就是完全是高手玩的这个一种战术了哈，咔嚓一肯定把它别断了，这个你还杀得过黑棋啊，练你几个胆你也练不过啊，对吧？白棋肯定死在里边了，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东西飞一个叫做怪飞。那为黑棋不靠断呢？这个问题说来就比较深了哈，我们来分析一下，靠断白棋强行作战可能有难度，但是呢它可以迂回放弃掉这颗子，白棋很灵活啊，这个地方你可能还得走，白棋已经获得先手啊，这可以告一段落，或者是暂时告一段落来抢先到这个地打入飞，或者是哈哈有走法啊，单点一种走法，白棋就把你掏走了，你再搬这种好像也无所谓了，是不是？也无所谓，搞不好还点过来攻击你了。所以说黑白棋的目的这个就很清楚了，是什么？到这儿就是先手，所以说我们下棋的时候一定要强调讲究先后手，黑棋白棋已经达到先手削弱黑棋的模样的目的，然后腾出手来打这个白黑棋，打入黑棋，所以说他是全局平衡才下出了这样的手段啊，这是做了全局的评估才这么下的。还有一个我们看看他为什么这么下的，很为难，你看如果普通的这么跑，且不要说别人有这么大俗手给你一金钟罩哈，这个白棋脑袋晕，为什么呢？把你赶到他墙上去撞墙你还不晕啊，对不对啊？当然晕死了，就白棋都在撞黑棋的墙，一通攻，这一通凑攻，那个白棋全是单关，黑棋你看看多来劲啊，搬的爽极了，压了还想压，是不是啊？这个白棋就吃不消了，全部被赶成一串单关子，所以说白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一定要这么去走呢，就
逃跑了就不是他的目的，打入虚晃一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句话叫是吧，打一枪就跑，哎，再给你吃的已经吃小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你看这样的形状，我给大家摆一摆，你们就很明白了。这种调是不是虽然是差一点哈，是虽然是差一点，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下法？这样白棋稍微缓了一点叫做，但是呢你这儿靠一个跟这儿搞一下，黑棋是不是亏大了？这早晚是要收气，关键是黑棋还必须要在这儿下了，白棋马上就可以脱先，是不是啊？刚才要是单调了你走那种，黑棋还会再下吗？黑棋肯定就赶快要走到这种地方去了，是吧？他就加强左边那个拆边去了。好，你们倒着想倒着分析呢，这个棋你就想通了啊，至少你想不到你还看得到，对吧？我们有可能下不了这么潇洒的棋，但是我们看得明白他白棋是要干什么啊。所以说黑棋看破了白棋的意图啊，你飞就飞，哎，任你折腾，我走我的。白棋还是折腾得很厉害，这又靠一下。像这种棋呢尽量不要惹他啊，你越走他越来劲，退一下跳再跳。黑棋的目的非常明确，把白棋还是赶到了黑棋右侧后的这一边。当然了，白棋这个飞呢，你看是不是离后卫要远一点了，逃跑要快一点了，所以说白棋下的确实也不错，但是黑棋呢，哎，掌握了他自己的节奏和他的按照他的预想的想法来进行，是非常好的。现在一点，顶这手棋我觉得是有问题，好损呐、啊！这个是，这有点像焊，北方话叫做焊羊铁壶，把人家焊得特别老实。你看又撞一下。这个白棋这个撞了半天又补到这儿，我觉得是不可取的，换我打谁也不会这么下啊。这个是大熟手，既然刚才已经看得很清了，干嘛不接上呢？黑棋能干嘛呢？黑棋是靠吃我还是怎么着了？这次不就给他了吗？这多简单啊，这一颗子才十目棋，白棋获得先手，上面这个随便挂角也都比这个大吗？那如果还要走这个可能是最狠的了，你看他为什么先走这个，但是走这个也有危险啊，这个冲出去还得了吗？这个黑棋吃得行吗？显然是也是不行的嘛，所以说不怕，对不对？接上反过来你要黑棋比方先了，我还对不起你了，然后我要穿你的象眼，是不是啊？这样多好啊，就算我不穿象眼，我先补强哈，我补强你补强，哎，白棋不去撞他的多好啊，对不对啊？这个是白棋没想明白的地方啊，去撞这个是熟手，大熟手啊，再去补，哼，这个就太小气了哈，被黑棋这步棋很漂亮。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看黑棋如果正他头就弯出去了，你再走他又跑出去了，捉不住他了，你普通跳不是很有办法。所以说呢，黑棋这一步棋就是既要护住左边这个块空不要让他钻出来，同时呢又不要让白棋舒舒服服的跑出去。这手棋呢是比较恶的一手棋啊。白棋你看他难受了，他又去搬，所以说这一串我觉得这四步白棋啊完全是大师水准啊，这一天老虎好像打盹了，怎么跑这儿去了，那不是他睡的地方，这是黑棋的后卫，他人家去干了，是不是啊？花了四手棋啊。
就说是变了。好，那黑棋来劲了，反逼住，反正以虚对虚哈，为什么还不按规则下法拆边呢？拆边怎么说呢？拆边就普通，叫做不挤透，那人家会点脚肯定。按道理要给的，这个不大不小的，下边没方向了，你只有可能只能在这地方乱撑了啊，他就算硬你一下，那什么，或者是飞一下，黑棋中伏了，你围啊，你怎么围啊？你去围一个这个空啊，这太怪了哈，那就猜这个棋黑。黑棋就不充分啊，所以说黑棋要逼得紧，实战的逼得紧，你好意思点脚了啊，黑棋太大，所以说这个白棋呢比较难下、但是这种棋也是不可取的，我觉得好像还是应该给他打入去，这黑棋也不至于把黑白棋给吃了吧，你看有这种手段就算你又能怎么着呢？是不是？你也不知道走该怎么着，走这儿我就点你进去，啊，就腾挪，很有可能就快就就地坐了。打入应该是比较凶狠的一个反击啊。这个一天机机看样，这盘棋是晕了头了，就在这个胡同里面转不出去了，脑子僵掉了，就非要在这儿拱，他不知道。走，喂，想不明白，想不通。你看他就在那拱黑棋，下边是好好的活的，他拱什么劲儿了？还去这个棋啊？有时候下任性了，这个有时候职业棋手也会错误，或者是太固执啊，僵在这儿了，不断好像不合。黑棋上还很。黑棋把白棋的气给贴住，这个白棋啊没有沉算，完全是有点蛮干，那已经四成棋虎了，没办法了，硬着头皮也得拱，这可以说是华山一条路被向死刑了一段，基本上解决问题。还去吃成这么反气质，这不叫气质，这说白了是被人家吃掉了，这哪叫气质了，折六颗子啥都没吃着，黑棋那个逼住的子正好点到黑白棋的要点啊，白棋这个时候出击了，是打入还是抢手啊，确实是反，这个时候不能再听话了啊，你街上是最傻的，那街上的那个黑棋简直就不会了，那随便走了，那他猜猜也行，这肯定已经很轻松了啊，你去跳当然他更欢迎呢，那黑棋正好就跳走了啊，所以说白棋呢不能这么干，反打入啊，这个也确实下了不错，再接上再想办法来腾挪，就碰啊，下不错，下的呢也还是比较到位，但是前提是用一句比较难听的话，就是说你已经掉到茅坑里边了，再挨滚去了，那始终是在茅坑里边滚，是不是啊？不是在游泳馆里边游泳，那里边已经一身臭了，他怎么都弄出什么好的形状，左碰右靠啊，下的是很精妙，但是呢黑棋很沉着一走，白棋联络是联络的，但是他没有得到东西，黑棋把这个脚一尖，这空已经领先了，白棋这个是特殊手段，我们说按规则下法，你长上面是第一杆，那他就你把底下搬了，马上就要加你，你按道理虎，那这个白棋首先重复，其实脚很大获得先手，
那你立底下，那老袋一扳肯定是不消啊，这连着一扳。待会儿一打开还行，是不是？这还得断，搞不好待会儿还有反断白棋啊。这现在反断不行，可能贴过来了啊，但是断不了。他再贴住也可以啊。黑棋的脚还是很相当大，还是相当大。而且这个地方你还不好下，你还搬不动，搬了待会儿这个地方有断啊，先虎，你得马上走这个。黑棋可以脱先了，是吧？黑棋你这个拔这颗子已经变小了，白棋呢有可能要走也只有立下去把这个空捞住啊，这底下现在是拨空了，没办法。现在他想先走啊，这个是白棋的权利。但这个地方呢要注意啊，我们要注意了，这个冲呢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我们下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有时候不能随便冲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一要小心有没有被白棋倒尖进去啊，这个可千万要小心啊。我们看看倒尖进去还一走，如果白棋一飞，同学们要会杀这个哈，这一点杀单扳啊，千万要单扳，不能断，这一断就坏了，这一扳你一走它打劫了，这就坏了，这个打劫要黑棋的命了，黑棋你看整个都要死了。先扳，你虽然有扑，但是我可以先提，你叫吃，这下就你接不归了啊，就打死了。所以说这个棋呢尖到脚上不太好活，你走这儿我一跳，这个也简单杀死啊。所以说白棋是很难做活的，也可以这样说吧啊，有一定难度。但是还要注意了，白棋还有很多手段，比方说这种地方跳你也是要闪，搞不好这个地方这一跳就是要有点厉害，你要扳走，他就往这儿一跳，这些手段一定要小心，他只有尖接上怎么办？有点看不清了吧，是不是有点看不清楚啊？你要走到这儿还一翘，你就得破眼哦，这出棋了，这一下就逃跑了。所以说呢这个跳二二还是一步很厉害的棋，是有棋的啊，有棋的。所以说跳二二呢也许黑棋就只能尖了，你走这儿他就脱先算了，脱先算了。这样呢黑棋有个好处，就是说黑棋活到先手搞不好不理你了啊，毕竟那块棋不会死吧。所以说白棋呢也没有跳二，除非能尖三三能出棋，跳二二呢就没意思了，挡住算了。黑棋加到这儿待会儿也到家不误，是吧？把打回老家去就完了啊，这个是以后的事儿啊，现在不要在这纠缠。首先姐打不打了已经也不知道，二一个呢你加了以后有可能还是后手啊，所以说先放在这儿，待会儿大的下完了再来走这种棋。现在白棋来找头绪啊，全盘的实力不够，所以说必须来找点事儿，惹点是非啊。接上呢显得厚一点点啊，好像是对黑棋有一点想法似的啊。黑棋赶快，这个又安全又大的关子，这个是最好的关子。白棋来威胁黑棋，黑棋当然不吃他这一套了啊。但是白棋不藏也不知道下哪儿，没地方下，可能本手就是尖，但尖到这儿呢黑棋已经活了，你这个搞不好他就来在这种棋了，你看看，你要不好意思扳他吧，一点点就活了，是不是？所以说你还只有走这儿，他再一退
这脚怪小的，好像太小了啊，退一个。白棋觉得好像什么意思，这块棋还能杀死他吗？可能不见了啊，见了的。不过白棋可能还是这么吓唬黑棋啊，毕竟这黑棋没活啊，这一靠或者一扳打。不过这个打劫估计黑棋白棋打不赢黑棋哈，所以说也不见得行啊。现在藏到这儿，黑棋这一飞，这个是要点，活得特别的干净了。白棋靠到这儿，黑棋飞呢，实际上是为了连接，还接应什么呢？接应这个啊，我们要看得明白，跳挡接。你看现在有了这个飞就能跳出来了，如果缺少这个飞就被夹住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它这也是有目的的，这个飞也不是瞎飞的。这一飞呢，既保全了下方的黑棋走得更厚，同时呢又声援上边的白棋，想让黑棋收气势，是的一个想法啊。这是一举两得的好棋。好，哎，黑棋多狡猾，你看看上面来了一下，下边来一下，这才是高棋。我们就看这个行棋的秩序就能看出来，是高棋下出来的棋还是水平差的下。它很灵活，把白棋的要点占到了，再把底下这个毛病补了，再来冲它一下。嗯，本来这个时候黑棋已经很简单了，是吧？这个贴回来啊，冲一个比较狠，这曹雄先下的有点过分的招法，实际上没有必要下那么狠的啊。他想下的紧凑一点，但是这个时候呢，反而给了白棋可有机可乘了啊。白棋下出一个反扳的好手，他要干什么？冲这周的命令招，这样形成一个大转换。虽然黑棋在这个地方获得了先手，但是从目上来说的话，白棋吃了黑棋十好几目，破了十几目，总共有三十目左右的价值吧，至少。那黑就吃了白棋两颗子，破了他十来目，总共才十几目，那白白损了十几目。从局部来说的话是大损，非常的大。这个是黑棋实际上是冒了一个风险，还好的话，一个黑本钱大，一个呢现在还得到了先手，毕竟呢把中间把白棋给断了哈，白棋气比较紧，所以说黑棋这个时候断成立了。白棋气很紧，打不死啊，打不死，你看打不死吧，这一扑这就下来了。这个就是他唯一的好处，没有这个好处断的话，那这个黑棋啊是损失惨重。现在目数上来说的话，白棋已经捞回了非常多，其实很紧张了。现在白棋连上，这个黑棋呢中间小有收获啊，小有收获，毕竟走不了两目嘛，你都围完了也不过就围出四五目棋，所以说这个只有小收获啊。但是毕竟呢还是赚了点便宜，白棋中府变得相对来说薄一点。跳要干嘛啊？跳有目的，比方说你这样手，这一手他这一夹可能就问题了，看你怎么办，你顶就挡住，被他夹死了。既然是啊，你推这个，他立下打了，关键这个冲打劫竟然打得赢啊，这是带响的，所以说冲不下来这个啊。所以说这个跳实际上是没有底下的夹，如果白棋补啊，这个是本手补到这儿，
我这儿应该还是不错的，可白棋就是应该这么下，但是看是不是他也有担心啊？担心什么呢？但比方说这种烦人的招法，这样烦死了。你只有恰，接下来就有加，这不好办了，这就坏了啊！一下就把这个空给破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呢，白有点薄，意外的薄哈，没想到这个地方啊被黑棋断了开以后呢，这么跳一下还跑跳到难受的地方。没有办法，是吧？所以说这是干什么呢？就说白了，就是防着你这个呗，防着你啊。刚才不是说过家吗？你吃了这个，我就把这吃了，当然白棋好了。白这个意思啊，但是黑棋呢，下的真是一狠是一招啊，白眼，这招凶狠啊！但你如果接上老板了，这就算捡了一壶，但这个好商量啊，点你一下，要接不？冲一个，你要断不？不断我断你了，那这受不了啊，是不是？这一下就扔光了。啊，这个黑棋下的太狠了啊！白棋没办法，走到这儿，那这一打就得打爆了。接到这儿，没解决问题啊！啊，这个棋谱少一步，最后一步加啊，最后一步加到这儿，这一加就把白棋给吃下来了，空也没有。我围得特别好，两颗白棋又被吃掉了，但这个棋就大败了啊。从这盘棋来看呢，这个曹勋九段从布局就一直掌握了主动权啊，白棋呢在这个下边打入这一带呢下得一塌糊涂啊，连续下手下熟手啊，怎么凑的棋点子下都凑的都被下完了，恨不得。当然这个说的稍微过了一点，就是说毕竟人家是一个高棋，但是呢无论水平再高的棋手，他遇到强劲的对手都有可能犯晕或者糊涂，这盘棋就是明显是一天机机就是完全失状的一盘棋，被曹勋轩上来几下就给弄晕了啊。也从那一个角度来看呢，前九段确实是非常9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一位写的这个超一流棋手。好，那今天的这两盘棋呢，就给大家介绍，给大家收看啊。那看看同学们还有什么好建议、意见，还包括下一次有什么希望没有啊？大家都发表一点意见。还有同学们，你们看，就是说我郑老师讲课的时候，你们是希望郑老师怎么？是讲这种邻居觉得大家还是觉得好呢，还是觉得需要讲就是同学们自己下的棋，就是说挑一期哈，可能每个人都讲到，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可以挑一些水平稍微高一点的同学的棋，推荐几盘，我们能分析分析，好呢，还是？以民局这样讲为主啊，还是民局啊，陈太阳觉得民局比较好一点，我们具备一定水平呢，可能学习大师的手法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啊。我看还是好多同学都你明白民局好啊，确实是那个专业棋手下出来的棋呢还能做推销，老师在给你们讲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分析其职业手
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从这些地方入手，慢慢就能这个这些大师们的一些这个想法了，以后也就能下一些类似的棋了啊。郑老师讲了课以后呢，特别像就是说，同学要这个复习复习。所谓复习，就是说要从自己再看一看，自己画一下，这是我的一个希望啊，这样呢效果会更好，我觉得。邱俊的啊，是最近下了是吧？好的，那到时候就麻烦那个客服帮我下载一下啊。好，对。这两次呢都讲的这个日本韩这个棋手啊，确实到了第三次课也该讲讲我们中国棋手了啊，还有李昌镐的棋。喂，李昌镐其实郑老师最佩服的棋手了啊，李昌镐的棋他是非常细腻，非常有平衡感，而且他的确实是功夫非常老道，功力是相当深厚的，否则也不能称霸棋坛20年，是差不多他称霸了3年，他从13岁的时候就开始非常厉害啊，所以说然后的棋郑老师非常崇拜，甚至也特别喜欢他的棋，有机会呢我还多讲。但现在的棋风哈，近10来年都受韩国的影响，大砍大杀啊，中国棋手也他们的影响，但是你看还是很多棋手都在很想，世界第一人李昌镐，曾经第一人，他都是不是这种棋风，是不是？他是功夫型的，但李世石的力量确实是比较独特一点啊，力量呢还是当然是厉害啊，但是我们要是功力多了，这个是杀人不见血是更厉害的，是不是？行，那很好。那个，下次我们就讲那个孔杰与邱俊的，到时候呢，客服帮把棋谱传给我啊。行，那就这样。好，同学们再见。好。